飞过小精灵，怎么办？臭脚丫。什么跑出臭脚丫？你刚刚不是讲小虫虫吗？小虫虫怎么飞出臭脚丫啦？什么？你刚刚不是在讲小虫虫的故事吗？嗯。啊，讲起来怎么跑出臭脚丫来啦？脚丫，可是臭啊！金字塔坏了，我们乱盖。你看，我们乱盖金字塔。你乱盖金字塔？你看。有乱盖吗？我们乱盖，我有乱盖。为什么是乱改？我有乱改。你，哎呦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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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掉下去了！哎，没有掉哎。为什么？乱改。你看什么？你是不是乱改？乱改吗？对呀。什么？乱改。乱改。为什么乱改？啊，你为什么乱改？我不记得啊。哦，你不记得。因为刚刚我破坏，所以我不记得。你就再改，随便改回来，对。我乱改。那你看，我有乱盖吗？你有乱盖吗？你看，掉了，哎呦，可怕哦！我觉得会掉下来。